chill。什么是2010年夏天最重要的事？就是 chill， C H I L L， chill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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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， bro。宣传一下透明杂志，因为透明杂志绝对不会给公司签，所以我们没有地方，我们自己只有靠大家跟你们朋友讲说有这么一个乐团叫透明杂志，然后请他们来看我们的现场，因为再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穷死，超穷的，很惨，不要讲什么话。叫凌晨晚餐。